哎，终于又来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个我是黄晨轩，这个今年的这个就是学期呢也快要结束了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我这个平常在美国就是一个人生活，非常的孤单苦闷，就会喝果汁解闷嘛。哎，今年实在是我这个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个学期啊，我喝了不知道多少瓶这个满坑满谷的果汁。这边也有，对，所以今年的扫贫大作战将会比往常的都还要更长，然后更多的时间才能把这些瓶子都丢到这个篮子里。对，我怕一个黑色的不够，所以多摆了一个紫色的。好，那这个废话就不多说了，那就要开始。140，
差不多了。144、145、146 Yes。 最后还有玻璃瓶就不要别了。148、148、149、150啊，总共呢有150个瓶子，今年度少瓶大多的，就是这么的悲惨啊！你就知道说我这个学期多悲惨，喝了150瓶果汁，还有这些可口可乐我没喝，就是去参观他工厂的时候领的纪念品。好了，今年的少瓶大作战就差不多到一段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